军情、肩章、营房、军歌中的铿锵嘹亮。当我们又一次搭建属于老兵的荣誉舞台，这些元素都是对军人本色的敬意与喝彩。边关、街巷、平凡生活中的不同战线，当我们记录脱下戎装的人生，老兵这两个字依然意味着担当重任的最前排。与老兵同行，你会听到在无声的难关前一颗赤子之心的激荡澎湃。孤独与坚守正是他们最嘹亮的报道。与老兵同行，你会看到有一种力量来自于真善美的奉献。朴实无华的双手，挺拔自信的步伐，正是奔赴梦想的继往开来。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这些最美退役军人登上属于他们的舞台。来吧，让我们再一次把军礼送给老兵，聆听他们最深情的告白。我叫葛军，是中国邮政箱邮员，我主要负责是格尔木市至唐古拉山镇邮路。从格尔木市到唐古拉山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43%，往返近1000公里。这条邮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里程最长、自然环境最开始我跑这条邮路的时候呢，因为长时间的没有人说话，车窗外的这个景色都是千里的高原，时常感到这个疲乏。但后面呢，我就通过对面来一辆车，我就看车牌，然后我想着他开到这边要经过哪里，路途上会看见什么样的景色，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疲劳呢给排解掉了。也算，哎呀，好长时间不见了，有你一个包裹。这两年咋样？慢慢过来。那我就接着往上赶路。好好。你好，葛军。你好，主持人。谢谢。你好，您站在这儿，我们就看到了军人的风采。现在想一想，退役了，上高原，其实是不是也跟当年穿着军装一样，
每一天你都在完成自己新的任务和使命。是的，我是1994年12月参军入伍的，在部队呢接受部队教育4年，我在部队的4年呢也学会了认真、仔细、严谨。我和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第一次我出车了，出车以后对当时呢我对这个道路不熟悉，那是九月底高海拔地区、高原地区，九月底春季和秋季正好是降雨季，它山里面就是发生了泥石流。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泥石流，我就没在意，就把车开到泥潭里面去了。泥潭进去了以后呢，当时我们已经看到目的地了，因为我投递的点就在我前面几公里远的地方，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但是车就是开不过去。然后呢我没办法，然后徒步到我们这个投递点。我们的服务队对象主要是部队的官兵，然后部队的首长呢也知道了我的车陷在那了，他也非常的关心，就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我们一块儿推着把车给推出来了。虽然说第一次的任务给了你一个下马威，但其实也让你看到了在这条路上将来你要担负的责任，甚至连路的部队的官兵，对他们的期盼，对他们的希望，都得由你一个又一个的投递。是的，虽然我一直服务在这条油路上，经过了10年，这10年当中呢，有快乐也有艰辛，那我呢会继续发扬和坚持我们军人的作风，以及我们邮政人、人民邮政为人民服务的使命，继续做好自己的投递工作。谢谢。希望继续的路上你一路平安。谢谢。谢谢你。谢谢。接下来我要给您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小城，这是2019年2月的一天，时间接近春节了，大街小巷到处是爆竹声声，人们都沉浸在要度过新春佳节的喜悦当中。可是这些日子对于安小华来说却如履薄冰，他紧张的神经似乎在下一秒就会被崩断。安小华是一名缉毒警察，此刻他正乔装改扮成为了一名毒枭的马仔，卧底在一个特大的跨境贩毒团伙当中。这个团伙的头目叫雷哥，这是一个大毒枭，心狠手辣，狡猾多疑。他并不信任安小华，他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试探他。话说这一天他们酒过三巡，相谈甚欢，表面上称兄道弟，可暗地里暗波涌动。这个时候突然间雷哥的一名小弟急匆匆走了进来，雷哥的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安小华的心咯噔一下，他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强作镇定观察着接下来的局势。雷哥沉默了一下，突然间他拔出了一把尖刀，按住这名小弟的手，一刀切下了对方的小拇指，鲜血淋漓的手掌，惨叫声让安小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一样，雷哥若无其事地把弄着手里的尖刀，慢慢的他转向了安小华，低沉地说了一句，我的一批货丢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把缉毒警察安小华邀请到了节目现场，但是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只能这样见到他。
安警官您好，首先请接受我们向您的敬意。来跟我们说说在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接下来的事情好吗？好的，经过雷哥的多次的这个试探以后，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雷哥的信任，交易的地点也几经改变，选择不停的在变，最终确定在了边境上一座废弃的厂房里面，交易按正常的程序进行，随着砰的一声，战友们破门而入，雷哥六人被抓获了，这个案子还是很成功，最终在境内外一共抓获18名犯罪分子，缴获毒品140余公斤，毒资130余万元，是这样，主持人。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和您的战友们，从武警战士到人民警察，他一直奋战在打击毒品犯罪的一线，一干就是19年。小华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这么多年以来，他不能告诉自己的家人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甚至妻子孩子对他不理解。我们有一段采访，主人公是安警官的妻子，我们来听听看。在他2岁啊3岁以前，他爸爸基本上就是每年回来一次，但是他知道他爸爸当兵的了嘛，那个时候就穿那个制服。我最记得有一次吧，他按照就刚刚会喊爸爸，然后我就背着他出去外面玩，就有一个当兵的吧，就穿着那种军装从我旁边走过去了，他就喊了一声爸爸，然后哎，当时我就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其实一个弱女子来支撑起这样两个家庭嘛，我还是觉得我挺难的，但是我也没有跟他抱怨过，因为我喜欢他，我爱他呀，只要是他愿意去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他。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好好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家里边有我呢。谢谢，非常感谢这样的话语，也是我们想说给每一位像小华这样的缉毒人民警察的，他们的分离正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团聚。为什么有这样的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在为我们默默的守护。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安小华，这份荣誉属于所有那些在缉毒战线上默默无闻的英雄们，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和敬意送给他们。大早，刘亚军要赶到100公里外的塔河县城，进行大雪封山前的蔬菜采购工作。2斤3块，来18斤3块。猪肉多少钱呢？这鸡肋疙瘩多少钱呢？我那地方海拔高，有点雪，有点雨，这下，都知道，咱们这盘古人都知道，啥也没有，大雪封山了，你啥也没有了。走了啊！哎，再见。刘亚军所在的盘古林场位于大兴安岭北部，冬天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下，被称为高寒禁区。2002年去了以后，哎呀妈呀，这个真不好待呀，那家伙啥也没有，只能点蜡。夏天能有水，在河里去快，冬天吃冰。再说电视学的一点儿，通讯就更没有了。除了要忍受严寒，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刘亚军还要面临着来自盗采分子和山林野兽的危险。
在这你生在这儿了，你这就是你这个工作扎根在这儿了，就得必须把这个工作干下来，干到底儿。栉风沐雨二十载，碧水青山赤子心。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刘亚军。又一个加班钻研的夜晚，在鸿滨已经被这个技术难题困扰了整整3年。无解的谜题就像是一根紧绷在脑海的弦，时刻牵扯着他的神经。自己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多少次失败后的转变方向，还是多少次希望后的失望吧。这本是一次普通的巡线任务，这样的线路他已经走过数万公里，这样的铁塔他已经攀登超过3000座。但这一次他遇到一个输电线路安全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地面沉降塌陷，破坏高压输电线塔地基稳定，轻则倾斜断线，重则可能干塔倒塌，造成长时间大范围停电。经历就是财富，4年的部队生涯实际上就是把我锤炼成了一个标准的螺丝钉，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儿吧，就是百折不挠，永不放弃。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鸿滨找到了突破的灵感，就是参加了附近土楼的那合桂楼，这座金字塔拟造上的建筑物呢，瞬间就让我联系到了沉降区的干塔，这个巧妙的应用呢，其实一下就点通了我。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在鸿滨啃下了这根硬骨头，设计出能够实现干塔基础沉降自适应调整的装置。如今这一系列发明成果被广泛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0年，在鸿滨从一名退伍兵成长为电力输电运检专业技能专家，荣获国家授权专利86项，发表技术论文35篇，取得软件著作权11项，出版技术专著6部。让老百姓的灯是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到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在为这个万家灯火的点亮做着我们的贡献。永葆军人本色，守护万家灯火。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在鸿滨。祝贺您，刘大哥，您好，欢迎您，改工，您好。两位老兵哈，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守护者。刘大哥呢，每天面对的是大兴安岭一棵又一棵的树，您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载工呢，你来自于山西，您每天日常巡检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输电塔杆，您守护的是万家灯火。让我们向两个守护者致敬，谢谢你们。我们来聊聊二位的工作哈。刘大哥，在那么美的一片山林当中，看到了您孤身一人抬头望着树的那一刻，您脸上没苦，您脸上带着笑呢，这日子里面的那个乐呵在哪儿，乐趣在哪儿？那个我们那个大兴安岭嘛，特别我们塔尔县，我们那个是那个林场嘛，就是树绿，夏天树绿水清，能看到鱼，像我们的邻居啊，黑瞎子嘞，狍子嘞，兔子，飞龙，乌鸡都在我们那，特别多。哎呦，这邻居有的可不好惹啊！我们那黑熊嘛，到我那去，我养点鸡。哎，本来俺们是准备来人了，吃点儿，待我们自己再吃点儿。特别秋天有蘑菇，哎，有那个松蘑，还有榛蘑，还有粘团的，还有草蘑。特别那草蘑，你看亮的黑，但是吃起来特别好，特别香。黑瞎子邻居吧，老去吃，经常去帮忙。刘大哥的这个言语当中哈，所有的这些我们可能隔着屏幕还觉得有点心惊胆战的东西，都是他的好朋友。而这其实就是您守着这个林子，您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大自然的礼物，
他们都跟您心灵相通的哈，一块儿守着这个大自然，青山绿水，对对对，万千世界。谢谢您，刘大哥，向您致敬。谢谢，谢谢。嗯，我看宰公听着也一直在乐哈。我们也是看您的短片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反复做实验，这多枯燥啊！您是不是也觉得这里面都是乐，没有苦啊？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差不多。他是在默默山林区守护着他的林场。我们那是守护着，为千家万户输送光明的铁塔，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吧。但我特想问您，在部队里您做的这个工作跟这个电网有关联吗？这样，我在部队主要是搞这个机械加工。我在部队，学的那些知识呢，同我掌握了我们线路这个专业的知识后呢，我发现他们能完美的融合起来。其实我们输电专业呢，它又偏建筑专业，也偏机械专业，它还有电，还有土木，所有好多专业，包括还有气象方面的，都和我们有关，所以我们学的东西需要太多了。说什么是热爱呀？用特别文艺的词儿，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再苦再难再长的日子，有热爱都能把它变成乐趣。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两位老兵让我们看到了，信仰可以书写奋斗人生。为什么人可以拥有热爱？是因为心里有信念，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所有拥有坚定信念的人，都可以让自己平凡的人生闪闪发光。让我们以两位老兵为榜样，向你们致敬。谢谢，谢谢。李萌是北京市东城区环卫中心石船响所三八女子充分班班长。在石船响所的60余名职工中，李萌是最年轻的，而她带领的班组却干着我们普通人认为最脏最累的活。好了，走，干活干什么活都一样，工作就是干呢，有任务就完成，部队也讲究令行禁止啊。2009年，李萌从部队退役，在他即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个当时刚刚20岁出头的女孩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我觉得在部队锻炼的2年里边吧，让我这个改变很多，思想也端正了很多。在我选择干环卫工作的时候，我对他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觉得就凭劳动挣钱生活没有什么丢人的。好，咱们今天开一个班前会啊，有的可能分警啊和那个居民商量好了，就可以按这个之前和居民商量好的来。李萌所带领的三八女子抽粪班负责60余座公厕的粪便抽运工作，这些公厕几乎都位于道路狭窄的胡同里。居民们之前种的，以前都没有这种花坛。每天，李萌都要在这些胡同里走一遍，打开一个个环卫井盖，一只井盖钩成为了他的必备工具。就是各种排查，就是做到一个不用居民反映，我们先自己先做到自检。2023年7月，受强降雨影响，北京房山、门头沟等地遭受严重水害，东城区环卫中心紧急集结了30余名职工，组成突击队驰援受灾地区。李萌主动请缨，成为了突击队中的唯一的女性。我就想一想，我们能干点什么？那边肯定很缺人。李萌与同事们迅速赶赴门头沟，对道路上堆积的杂物、淤泥进行清理，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道路畅通，保障群众和运送物资车辆的安全通行。从一名退役军人到新时代首都核心区的环卫工人，10余年来，李萌以实际行动守护着城市的干净整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焕发光彩。
宁愿一人簪换来万家敬，他就是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李萌。祝贺您，祝贺您！当了多少年兵啊？其实没多少年，两年。我最想问你的就是，从穿军装的英姿飒爽，到干这事儿，就这个心理上的转变，你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呀？就是我正确的看待我这个工作，嗯，而且对我的工作十分了解，我就非常有自信，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单位啊，可是全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石川祥生前的工作单位，这可不一样。就像石老前辈曾经说的一样，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任何工作都是人民所需要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呢，在大家不看好我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向老前辈们学习，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年轻人也可以胜任这份工作。那你家里人当时同意吗？我妈不同意。啊，我妈觉得没面儿啊，那多丢人啊，哪有北京姑娘当完兵之后回去给人上环卫，还上环卫还上抽大粪的班啊，那说出去不是爹面儿吗？但是越别人看不好我的时候，我越要干好。在部队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干了别人不敢干的活，我吃了大多数年轻人不能吃的苦，而且呢我还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觉得非常自豪。我们的环境变好了，嗯，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获得感增加了。对，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呢，曾经多次的走进到一线的基层的劳动者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深情地说啊，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城市的美容师。对，我想对于环卫工人来讲，这是极大的幸福，也是鼓舞，也让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力量。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对待环卫工人的态度，你们了不起。所以我最想握你的手，我很感动。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萌，了不起的老兵。别人说的，我是干啥？我一直跟别人说，我闹杂子了。我们一天都几百次，上千次。我们那个船有两个人打七吨重的，那就一耙子打三十下。周公虎，秭归县三峡库区轻漂队队长，为长江打捞江面上的漂浮物，是他和队友们每天的工作。在岸边呢，计划不变打捞的，有看似的，有铁链铁锚的，啊，有码头的地方，都是全部要用人工船。今年60岁的周公虎是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人。1980年，他参军入伍，退役后回乡从事建筑生意。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水流变缓，长江上游冲刷而来的漂浮物在坝区大量聚集，这让从小就在江边长大的周公虎十分的瘦。本身我就是喝的长江水，吃的长江鱼，对这个长江啊有一定的感情，所以说我看那个漂浮物多了，心里就没得法，就不是个滋味。这些漂浮物一旦堆积，不仅影响水质和周边的环境，就连通航都成了大问题。经过再三思索，2006年4月，周公虎组建三峡库区第一支轻漂队。上晒下蒸，人基本上比较虚脱。再就是捞起来的漂浮放在船上，它是一臭，蚊虫比较多。再就是冬天船上开始结冰，如果你薄薄的冰不注意的话，容易摔跤。
随时打满，随时去卸载。我们又是一天卸一载，又是一天卸两载。原来的漂浮是一米多厚，现在的漂浮它是一薄薄的一层。十多年来，周公虎团队累计出船15000余次，打捞漂浮物超20万立方米。作为一个退休军来说，要本着自己的在部队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去保护母亲河，还母亲河一个原来的颜色。一舟一竿，守护一江碧水，他就是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周公虎。祝贺您，周队长。主持人好。您好。在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了您就有一个心愿，希望让自己的家乡变美。对，实际上我这个梦想啊，通过自己的这么多年努力，原来的漂浮那是一米多厚，十几年以后我们青漂人没有忘记这个使命，辛勤的劳动，现在长江的基本上很少漂浮物的，山美水美，但是长江更美。我的一个目标愿望也基本接近了。是的，我想这一江碧水不仅仅只是您一个人的梦想，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长江的梦想和盼望。我们一块儿努力好吗，老周？希望你这个队伍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谢谢。谢谢。高度中梁一方，稳住，这是不同常规的一节体育课，体育老师叶海辉用各种自制器材让孩子们团结合作的同时也玩得开心。健康、积极向上、阳光，这种合作精神，特别规则意识，它会隐藏在这里面。1995年退伍后，叶海辉回到家乡继续他的教师梦，此时他的体育课也发生着质的改变。部队这三年的锤炼真的改变了我。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解放军。军队它就是一座大学校。准备，哈哈。真的三年多了，就把部队的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军人的一种素质训练方法移植到我的课堂教学，真的那就一个变化了。这是一堂特别的文化课，一边是耄耋老人，一边是青春少年。就我们办学的都是留守儿童，父母亲出去年轻才出去了打拼啊，没办法，他们是跟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没有的文化，他们到时候乱考。退伍后，夏昭言成为了湖南科技大学的一名教师。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夏昭言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在原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这位耄耋老人回到家乡，再一次点燃自己。还是几个小孩子一起，还有七八个、十来个，慢慢读起来了，越来越多了。我索性在2008年起，我就办了个学校，叫少儿假期学校。海岛上，他不断探索体育教学新领域，乡土中他为改变小镇一老一小的留守常态无私奉献，让体育课生动有趣，让孩子们投入到快乐的氛围中，这是叶海辉每天琢磨的功课。1999年的时候，你看学校的器材室打开，真的不像现在，那真的是就那个篮球排球几个球的屈指可数的，那怎么办？体育课你不可能每节课都无器材，那要干嘛？所以我想，部队我们经常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啊。因为学生喜欢，我们要更好的就投入到研制当中。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找各个器材的废弃器材啊、生活物品啊，多变成道具。说有人说，叶海辉你变成那个破烂碗了。
80余种发明，4200多件体育器材，叶海辉成为了最会玩游戏的体育老师。从小讲堂到国学馆，再到读书社，整个石羊塘镇的公益学习氛围变得越来越浓，一批又一批孩子在家乡的小书屋里打开了认知的新世界。开始我们就讲语文，后来讲的特长课，啊，绘画什么的，这是我们的大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假期孩子们有书可读了，村里老人的时间就闲下来了。于是夏昭言和老伴儿又组织起了老年课堂。然后老婆讲卫生知识，我讲的史，讲文化，讲政治。后来他们也读点书，慢慢，这样子也现在打牌就少了，对小孩子影响就好啊。他将体育精神融入孩子们一生的成长中。我们体育是干嘛？最基础、最美好的教育，真的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发展。他播撒文化种子，为乡村点亮希望。农民，种稻子，我们种文化。以一腔赤诚，守一份初心。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叶海辉、夏昭言。夏老师好。好，你好。叶老师好。叶老师的手真有劲儿啊，怪不得是体育老师呢。两位老师呢，在他们的工作的生涯当中啊，都曾经有过参军入伍、走进军营的经历。那么，军营的生活给他们的教师生涯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先来问问叶老师。3年的军旅生涯，收获了我这一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什么？让我懂得了阳光向上、乐观积极。让我呢学会呢吃苦耐劳、自力更生。我要跟您介绍一下，叶老师呢不光是阳光向上，特别爱动脑筋。他为了给同学们带来更好的教学的体验，做了很多发明，我给您拿上来看看，好不好？来，有请。这是球式哑铃哈，用那个废弃球做的，就是锻炼那个力量用的。哎呦嚯！啊，有点重，要不我提议您跟那个我们夏老师 PK 一下，每人做10次。来，夏老，您举着，一只手，您右手，来开始这样子弯举，每人10次，弯举放下去10次，看谁做得快。很好，哇，主持人你加油！不对不对，来点掌声好不好？你看我们夏老师大力士了。停！我发现有问题，夏老师您别动，您别动。那你这个这么轻？对，就是针对不同的同学，比如男同学、女同学，力量不一样。然后这个才那个2公斤的，刚才您拿的是7公斤的。学校这几年我们不呢，特别是橡胶球，它破损的比较厉害的，所以呢后来调整了一下。废物利用，真棒！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软式飞盘。哦，对，像您摸一下，应该能猜得出来里面是什么做的。怎么摸着像那个高压锅的里头的那个密封条？密封圈，对极了。哎，对了，真的是啊。对，幸亏主持人经常做饭，要不然还答不上来。像因为我们以前的传统的那个飞盘是硬的塑料做的，打到人呢会疼的，而且携带不方便。然后另外我们用，你看就是一个。那个彩布做的，然后那个高压锅密封圈，像做起来跟飞盘的效果差不多。我们来，您真是您拿一个，挺能追时尚。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飞盘、各种颜色的，我们可以往前飞一下，好不好？1、2、3，你看，有，我的左了。你站远点。OK， 来，我试试啊，朝我这边，哎，可以了。那我朝您这里来一下，哎，我。对他打到人就不疼了，而且携带很方便。谢谢叶老师给我们的舞台上一下子充满了欢乐。下边我们跟夏老师聊一聊，好吗？来，您知道夏老师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吗？夏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别叫我老爷爷，夏老爷子，我还这么年轻呢。对。但是您得跟我们大伙说说，您参军入伍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呢？50年的初期，1951年。在部队具体您当时是做什么呢？具体我开始就是做文化教育。最早的宣传员，宣传我唱歌跑调，或者是
哎，你有点文化，做文化教育。那为什么退休了之后还会继续去做教育的工作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活着，总要做的事，做社会的贡献，这才有意义。不然活着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问题问得好深了，您跟大家伙说说，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我觉得人生意义啊，就是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活得有意义。我跟你讲，我忘记年龄，不管什么时候，年轻年老不管了，忘记年龄，忘记疾病，忘记身份，这样我的和群众在第一线永远在一起。您的这番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鼓励和激励。两代教师，叶老师看见夏老师，您有什么想对夏老师说的吗？啊，从他身上我感觉应该学会了很多很多，真的。老师跟军人都是一样奉献，像夏老也是我的崇拜的偶像，真的，我要追着他继续做更多的奉献。我也向你学习，向年轻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共同学习，相互进步。我也想请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您拿起电话给自己的老师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说一声“老师您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谢谢。这个菜，这菜到冬天吃这菜都是甜的。夏天吗？现在就是你不把它那个小苗弄出来，它长不大。这些活我小时候都干，叫建苗。你还是农民哇？啊，农民。农民就是好嘛，我们就是农民。啊，上哪去？我到山上去。啊，下干嘛？马大姐。啊，今天下的这个。啊，都还好吧？这个有着天津口音的男人是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鱼子西村党支部书记。你的功劳，你的功劳。如今的鱼子西村已然是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在15年前，这里还是地震重灾区。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全国人民都关注着灾区。我是经过这个党的关怀，是吧？这个军队的培养的一名党员军人，我没有理由懈怠，我要立即行动，要到一线去。邹林立即组织了一支退役军人小队，带上大批物资，星夜兼程，驰援。他都需要。鱼子西村记住了这个无私无畏的好人，离别的时候村民们都来送别邹林，很多人都拥抱我，跟我抱在一起哭。就他们那个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画面，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我连做梦都梦到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记挂着他们。灾后第一年，邹林回到鱼子西村，为村民筹办了一场乡村春晚。从此，邹林把一颗心都扑在了鱼子西村，小到村民的看病买药，孩子们的年节红包，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大到产业开发、乡村建设，桩桩件件都由邹林想尽办法落实到位。
2018年，邹玲被推选为榆子西村第一书记。如今这里盖起了楼房，铺上了柏油马路，搞起了产业种植和旅游开发。这个曾经遭受灾难的小村庄，在邹玲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他们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我认为我的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大爱情深，建设幸福乡村，他就是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邹玲。邹主任您好。你好。你好。你好。看到你拉着村民的手，他们簇拥着你，那小孩在你的身边， 是真的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就是自己的家人了。因为从我当村支部书记当天，我们应该全体村民大会，我就跟村民们讲，我们今天的村民大会是家庭大会，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从地震那天开始，我那时候就想，等地震过去，灾后重建过去，我一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因为看到了他们受了的苦，对，还有他们心里的那些苦痛，所以过上好日子，对，是您对他们的承诺。对，这个得来好日子也不容易啊，对，得要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奋斗哈。对，部队培养了我，我当时我在部队，我们的班长就跟我讲过，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们这些退伍老兵，不只是在训练场、在战场、在军营里，还是军营外，我们都能够担当，都能行，能够完成各种任务。你用行动告诉村民，我绝不抛弃，绝不放弃。可是，在村民的心里啊，其实他们每一天都在想，哎呦，这算着日子呢。哎呀，我们这个支书的任期是多少年呀？这快到任期了，他不会走吧？我们的编导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发现了一封信，我们把它放在大屏幕上，您看看这封信，您熟悉吗？熟悉。汶川县映秀镇榆子西村村民们共同写的一封请愿书。是。这封信千言万语，其实就汇成一句话，就是邹玲是个大好人，不能走。我不走，我会让他们踏实。我们看一下，我们数了一下，当时签名的村民们一共有649位。您看一下这些人，您都认识吗？都认识，都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人，这都是我的动力。我还要再继续奋斗，能够让他们看到他们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的日子过得已经挺好的了，挺好。我们用数字说说话。是是。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份数据，现在榆子西村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哪儿呢？来，在这组数字里面，20多次前往阿坝藏区捐建学校，结队帮扶了70多户的单亲家庭，建设了榆子西院落式培训基地、熊猫山泉水厂、摩天轮乡村旅游等等项目。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是地震前的5倍。榆子西村一跃成为了4好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治理试点村。不仅仅让这个榆子西村真的老百姓的生活，你看得见的房子和家园变美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心灵的家园对也都变美了。这会影响特别多的年轻人。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舞台特别请到了榆子西村的2个年轻人，来，他们要用特殊的方式和你见面。好，有请他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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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什么了？到笔墨那么的我有了。好。什么到笔墨那么的有力？没给我吃了这二姑爷。哎呀，
好美丽的姑娘啊！是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是我孩子，是吧？孩子都长大了，都是从小一点点的看着长大的，是吧？当时您见他们的时候得多大？他是当时七岁，对，七岁多。像他这样的，就现在有130-140个，嗯，都跟我这样，都是这么亲，是不？啊，平常见了您叫什么呀？叫伯伯。叫伯伯啊，对，邹伯伯，对，邹伯伯。嗯，介绍介绍，为什么带这幅画？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邹伯伯来到我们灾区抗震救灾的时候，拍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然后我用绘画的方式画出来，以作为我的礼物送给我们的邹伯伯。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是这张照片吗？对，是这张照片。对，当时那个是他。对，最右边那个女孩就是我。嗯，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但是我们家乡在山区，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有邹伯伯的资助，他资助我上学，所以我后来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了。我考了一个教师资格证，就是想毕业了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名教师，教书育人。因为从小伯伯就教育我，受到了他的熏陶，我就想把这一份正能量给传递下去，把爱心传下去。邹伯伯不仅是我们的书记，他更是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非常的感激他。他为了我们村子里能过上好的生活，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嗯，都是我该做，我现在只有一心一意的给他们多做，把他们想的更多一些，多做一些，多搭点时间，搭点精力，让孩子们上学好。嗯，让这个老人们健康长寿，嗯，生活的好。我都在做，也让他当时产业也都做起来。能看到伯伯的辛苦，对。我看到那个小姑娘也眼泪止不住了，这个小姑娘也哭了。是，不，来，没事没事，过来。怎么办？第一次出来了，这也是来北京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啊，邹伯伯就是帮助了我们村上每一位家庭。然后帮助了我们个人的家庭，特别是我。我是有一天我在汶川映秀那边拍节目的时候，爸爸给我打电话，突然打电话，我奶奶快不行了，要抢救。这时候我只知道崩溃，因为奶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从小没有妈妈，是奶奶身边长大的，当时我只知道哭。这时候邹伯伯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他帮我出钱处理了，医治了我的奶奶，我特别感谢邹伯伯。然后这条围巾是我代表我们南粗毛村上的126个人员，把这条牦牛绒的围巾献给我们的邹伯伯，你辛苦了，我们特别感谢您。好孩子，好。可以给邹伯伯戴上牦牛绒的围巾啊，这是126个职工织出来的。我想告诉他们，我们虽然经历过一场灾难，一场地震，这对我们是一场很大自然和我们的一次挑战，但是有全国人民，有党和国家的关心，看到那场灾难，我们举全国之力，全国去这个地方来支援来帮助。我们在灾后重建没掉队，我们在脱贫攻坚一个不落下，没掉队，乡村振兴我们照样还会做得更好。幸福的日子还在后边呢，在头，是不是？对对对，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等着咱一块儿去努力，一块儿去过这个好日子呢。那所以现在咱是不是三位合个影啊？好，咱看看用什么方式记录下一个更幸福的生活的开篇，让我们对着镜头给大家一个最灿烂的笑容。好，每天下午五点，裴树清几乎都在厂区大门口站岗值班。在部队里还站岗值班，养成的习惯，叫员工，从我身上还看了一种力量嘛。36年来，裴树清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家大型药企的掌门人，他的企业已经成为医药行业民企的头部。2005年3月5日，裴树清创立的山东省人民药业有限公司挂牌，为企业取名人民，蕴含着裴树清不变的初心。4000公里以外的青藏高原，扎塔也从军营回到家乡。家乡的面貌变化不大，房子还是比较老旧，交通和设施不是很方便啊，有些地方灌溉困难，所以当时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特别想为家乡和乡亲们做一点事情。为了解决乡亲们的灌溉困难，扎塔组建了一个施工队，自筹资金修建蓄水塘。以前也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就是相当于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当时这个我们6个人里头的话，其中5个人是基本上有时候在常住在工地上。同样投身于回馈家乡的还有刘山国。1980年退伍后，刘山国靠500元贷款开始了自己的经商之路。40余年商海打拼，同福集团已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因为同福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这是国家给的你，那么现在呢就应该回馈社会，这是初衷，这是责任。2020年，同福集团同正定塔园庄村签订村企合作协议，刘山国计划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这里是铁观音的故乡安溪县，退役后的温文熙一头扎进了连绵的茶山。因为在这里土生土长，温文熙对安溪铁观音有着天然的热爱，学习和钻研制茶技术成了温文熙回乡后生活的全部。萎凋、做青、炒青、揉捻、干燥，这些传承了300年的安溪铁观音技艺，在温文熙的手中焕发着新的光彩。其实实践最重要，因为这是一门精湛的手工艺，每个环节你要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做不好，那可能这泡茶它的品质就上不来了。其实做茶不仅要用心专注，还要坚持还有呢，勇于去创新，去实践。脱下军装，他们重回故乡，在各自全新的创业征程中，续写了一个个关于爱与拼搏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绽放的光彩，不仅点亮了自己，也为他人带来了温暖与力量。人民药业在招聘员工时，裴树清坚持优先考虑退役军人和军嫂，人民药业现有退役军人和军人后代460多人，其中参加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后代有100多人。这些年，裴树清还为抗击非典、汶川救灾、新冠防治等公益事业，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扎塔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建成了一座5万立方米的大型水塘，解决了当地4000多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他还投入各类扶贫爱心资金3600余万元，他建立的技术学校免向贫困群众免费招生，共培养各类手工艺人2500余名。112天，刘山国让塔园庄换了模样，十大园区如画卷般铺展，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3年来，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村民年均增收5000余元，带动周边10余万农民增收致富。经历了20多年的历练，温文熙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制茶大师。一路走来，温文熙最能体会到茶农们的不易。他创办茶叶专业合作社，免费提供茶园管理、制茶技艺、包装销售等服务，引导茶农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裴树清、扎塔、刘山国、温文熙。首先向三位表示祝贺，正所谓寒夜客来茶当酒，我们借温主任的这杯茶跟大家一起聊聊三位的故事。先来说一说温主任，您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参军入伍的？我当时是在南京军区的陆军。是陆军？对。裴总是在哪里当兵啊？我在济南军区后勤陆军。陆军。对。哦，您呢，扎塔？我在西藏武警总队。西藏武警总队。那我们其实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了这段经历之后，对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给我影响最大的变化的是，部队的这个4年的熔炉，培养了我这种永不服输、勇争第一的这种勇气。跟品格。所以呢，在我退役返乡、开荒种茶的这段日子，我就靠着部队的这种毅力支撑下来的。其实种茶选茶很难啊，但是当过兵的人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那裴总也是这样，创业的过程当中相信也遇到过很多很多坎儿啊，怎样迈过去的？这个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有到英雄山烈士陵园给烈士隔空对话，他们都献出了生命，我还有生命，我还有家庭，我这里困难怕什么？他们也是军人，我也是军人，我就从他们向他们学习，一步就走过来了。所以当事业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点点成就和进步的时候，我想那些烈士们也会由衷的为我们感到高兴。是的。扎塔来跟我们说说做慈善和当兵这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怎么解读？这个一直也是来自这个党的好的政策、好的领导下，营四四院富尔四境，党的恩情永远在牢记在心里，所以我们也回馈社会，一直做这个慈善事业。其实我想大家看到他们三位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三颗火种，正是经历了部队大熔炉的锻炼，他们成为了具有能量的火种。那这样火种撒向全国各地，他们会带动自己身边的人，但是根、情、缘还是出自我们的军营。今天在舞台上啊，我们就以茶当酒，好不好？我们把所有的对所有的我们战友们的情谊、对家乡的情谊都放在酒里面，咱们一起给大家敬一杯茶，好吗？我们一起祝愿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是老兵王琦。这是退役老兵王琦正在参加的一次送新兵入伍仪式。战士们在部队好好干，有没有决心？有。选择当兵
选择军人上前打仗呢，想到了牺牲，想到了死亡。但是那时候我没想到啥呢，我的眼睛会复生。1986年，年仅17岁的王琦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双目失明。我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黑暗太痛苦。真的，人这一辈子看不见，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看不见之后啊，有时候走路一走快了，咣当一下子就撞到墙上。下楼梯的时候一脚踩空，从楼梯上就滚了下来。当时坐在那个地上啊，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流。所以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很残酷的现实。失明后的王琦经历了长时间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他深知盲人这个社会群体的艰难与不易，而走进每一个盲人家庭成了王琦内心最大的慰藉。他们一家四口，夫妻两个是全盲，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先天性盲人。老奶奶呢，唯独这个她眼睛最好，结果她呢还得了一个脑血栓。当时呢，我就特别特别受触动。我作为一个他们盲人当中的一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帮助他们一家。要帮助他人，首先要强大自己。为了重新融入生活，读盲书，练盲字，苦学盲文，学针灸，练按摩，钻研中医，王琦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就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始。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就是在逆境当中更容易就激发人的那种斗志。1991年，王琦以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并出版了多部盲人医学书籍，共协助180余名盲人就业，组织开展盲人义务按摩服务5000余人次。应该说，在我身上体现最深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生活，利用我自己所学的技术就帮助这些残疾人，我教他们呢学按摩、学技术，自食其力，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用心追求光明，大爱诠释担当。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王琦。王琦主席，祝贺您。主持人好。您好。你好。王主席，您今天看不到我们舞台的样子，我给您描述一下哈。好的，好的。您现在站在舞台的正中央，在您的脚下是我们延续的像红旗一样红色的底板，代表着红色的信仰。在您的身后是一块大屏幕，上面写的闪亮的名字。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金色的大字。主持人的一解说，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我们这个环境和我们这个礼堂的所有的景色。我用心里我满满的幸福，我都能够感受得到。您觉得这个生命的价值在哪一刻特别珍贵，是您最珍视的价值？我觉得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边的人，敢于奉献，我觉得这就是价值。因为懂得黑暗的苦，所以愿把更多的光明带给别人，这是您的信仰，是吗？是的，因为一个人他盲于目，但绝对不能盲于心。一个人得有文化，得有追求，只有追求之后呢，才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尤其是我是个军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带领我身边的人，来帮助我身边的人，让他们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因为我是一个光荣的退役军人。
退伍老兵。向您致敬。谢谢。我带您走下舞台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您。这一天，一场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陶一家作为活动的发起者，此时也正参与其中。摊位前排起的长长队伍，是他41年志愿服务的不竭动力。这一天又到了出租车司机殷奇龙义务接送老人就医的日子。在他看来，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职责所在，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天是村民们盼望了6年的时刻，这座阻碍村民出行的烂尾桥终于在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多方奔走下竣工通车。于他而言，工作没有分内分外之分，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都是他的职责所在。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但他们却做着相同的事情。为民服务的品格，是他们即使退役多年，也不会褪去的军人底色。眼前热闹的场面，让陶一家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当时这个年代的时候，家里有血压计的，一般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南京路上就给大家量血压。这个队伍到收摊的时候没法收。很多老人就会问我，你每个月都来吧，我说我们准备每个月都来。就这样，每逢20日南京路步行街，陶一家都会准时为群众量血压，一干就是41年。如今推着小车量血压已经变成了更多形式的志愿服务，但他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殷奇龙又一次上门陪老人过生日。4年前，这位90多岁的老人搭乘了殷奇龙的出租车。殷奇龙了解到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看病打车不容易的情况，承担起了义务接送老人就医的责任，4年来从不间断。哎，有什么困难啊，他都帮忙解决了，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的了。19年，从一个人到更多人，从一辆车到一队车，车轮滚滚，满载温暖前行，成为山城流动的风景线。这座桥是民警陈小盘16年驻村工作的一个缩影。全乡8948户，11029处院落，我家家都知道。我给群众声明，我小盘来了，我们就是为你服务的。疏浚河道，修建村路，创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定期慰问革命老英雄。在陈小盘的不懈努力下，如今的大园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乡村。一天天，一年年，他们坚守在平凡的岗位，默默付出，甘于奉献，烛火虽微，却散发最温暖的光。看到其需要帮助人呢，都说去帮一下啦，都觉得那是我应该去做的。群众的日子过好了，说的这也是心里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嘛。退役已经40多年了，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把为民服务的工作继续搞下去，搞得更好。褪去一身戎装，褪不去的为民信仰，以平凡之微光书写非凡之璀璨。
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郝一嘉、殷奇隆、陈小盘。郝大姐您好。你好。哎呦，主持人好。又来给大家义务测血压了。对呀、啊、这两位我给您介绍一下，他们可不是咱们上海的朋友，他们是专程从外地赶来找您的。那么厉害、啊、哎呦，这一位不得了，这是我们重庆的的哥。哎，这个重庆当地都叫龙哥。龙哥从重庆开着出租车到上海找您。旁边这位陈警官是从河南来的，他们俩血压怎么样？小朋友有点偏高一点。高一点点，可能就是工作比较辛苦吧。主要是见到您激动了。哎呀，也可能吧。我们警官怎么样？警官还可以。那当然。警官锻炼的也好，身体保持的也好。肯定都特别好、哦、因为老百姓讲一句话叫好人一生平安，掌声送给他们。说一个人啊，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就是一辈子都做好事。我的问题就是，你们这样一直坚持下来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大姐先来说说。应该说我在南京路上开展为民服务今年是第41个年头了。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呢，组织了一个为民服务队，都由我们的退役军人党员团员组成的一支队伍在南京路服务。所以这次服务呢，应该说受到了老百姓很多的欢迎，所以我们这个服务队呢始终是坚持下来。所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也谢谢您的坚持和努力。谢谢，我们掌声送给大姐。应该的，应该的。龙哥是共产党员啊。对。来跟我们讲讲怎么坚持下来的。再怎么说呢，我是作为一名雷锋第四，这每天就是在路面上，就是说开车开出租车，就遇到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人或行动不便的人，我就去做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我也是作为一名雷锋第四，对，践行那个雷锋的精神，把雷锋精神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做我们新时代的雷锋人。好的，陈警官来跟我们说说您坚持下来的秘诀力量是什么。我们党里有句口头禅叫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我认为一个地方的安定就像一棵大树，树木多了它可能成为森林，森林能改变气候啊，就能从我们这样一个地方的小安定促成全国的大稳定、大安全、大和谐。说的可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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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坚持。正所谓咫尺天涯皆是缘，好人一生平安。我们就一起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向三位致敬。谢谢，来有请。听那个秦腔吼出来那种感觉，像沙漠远处沙在吹着我，你是后退还是前进？有些事情比生死更难。田野在家乡陕西省兴平市入伍，20多年驻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之后，他和哥哥动员了8位退伍军人，不顾身边人的反对，要在连绵不绝的沙漠里干成一件不平凡的事。且木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是中国面积第二大县，沙漠距离县城大约2000米，是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很多人曾在这里栽种固沙苗木，但是由于难见成效，很快就放弃了。流动的沙漠不断向县城侵蚀，让老兵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乡呢是我们当兵的地方，是我们成家立业、现在生活、将来生活的一个地方，想乡县更好一些。田野带领大家
成立了老兵治沙队，栽种梭梭、乌杨，同时暴种肉苁蓉等经济作物，收回的资金可以继续购买树苗。这样一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老兵们也有了可以长期干下去的信心。然而，事情远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今天栽下去树，就浇不到的话就死，浇到的话还不一定，那一场风沙，说不定就给你树苗子卷跑了。最初我们栽植的成功率不到60%，这文案我就是经过腐蚀了，还是有部分枯萎了。治沙队的几个人从零开始摸索，寻找苗木成活的方法。钱不够，他们就分头抵押房产，筹借资金，继续坚持。然而，树总是长不起来，让会武老兵们很揪心。多施肥比穿施肥要厉害，穿施肥的。一次又一次辛苦栽种的树苗，转眼就成了一片黄土包。他们只有打起精神，重新再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天，力量是钢，比天还硬，比钢还强。第三个心字，向着左手，动，停。在不断的被推倒又重来的过程中，老兵们开创了中西横向植树法，并且渐渐取得了成效。5年，这支退役老兵治沙队种下了10000多亩胡杨、文冠果、肉苁蓉等10多种植物，他们精心管护，苗木的成活率达到85%。树多了，风沙小了，他们还尝试在这里栽种水果蔬菜。坚守其实对自己内心是一种挑战，更关键的自己的这个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如果70-80岁我还能在地里面跑，能够栽树，看着树在长，那就是我的生命啊。我觉得这也挺好，挺有意义的事情。在沙海播种绿洲，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集体——老兵治沙队。欢迎两位，祝贺老兵治沙队！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吗？好吗？可以。哎，您先来。哎，好，我是新疆老兵治沙队的田野。欢迎田队。大家好，我是新疆治沙队老兵张红。哎，那想一想。当年你们来到这儿要决定治沙，这可是个技术活儿。您看短片也说了嘛，这一开始种什么可能都种不成。那在部队有这种树的经验，有这治沙的经验吗？怎么能就决定去治沙了？作为退役军人，部队给了我们忠诚和坚韧的性格，遇到困难不退缩，解决它，克服它，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去做好这件事情。哪怕前面是一片下马威，也要一个一个的让他们都变成我们的手下败将。哎，说得好。对，在这个地方听说现在除了这个100万的白杨啊，还能提出来一些水果。有什么植物能是让我们看到果实的？这是文冠果。我们也是第一次把这种植物啊，引进到那个新疆的切莫县沙漠里进行种植，它既能防风固沙，又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它的那个叶子和那个开那个花，可以泡茶喝，它的果实啊还可以榨油进行食用，是营养价值也相当高的。哦，这一个小小的文冠果能榨出来油？能榨油啊，这个啊，里面的种子啊，哎，看看，就是这样子的，这样黑色的种子，哦，是用它里面的这个种子，对，榨油来榨油啊，能在这样一片地方，最后种下这一颗颗的种子，收获一个又一个的果实，这得需要多少攻坚克难，多少艰难险阻，
但你们从来都没退缩过。像我们军人那种作风啊，那种思想啊，牺牲生命都不怕，更不怕这点困难。好，让困难来得更猛烈些吧，因为我们老兵不怕。不怕，对，有我们不怕。谢谢，祝福你们，谢谢，谢谢。出海科考的日期将近，尚小东正在带领团队做最后的设备调试。这个最新研发的全世界响应时间最短的传感器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躲到石，躲到石，石头走，坐这里。在物理海洋学家眼中，人们印象中那幽深宁静的大海却有着另一番景象。作为海洋的把脉人，大洋深处的每一次律动都会是尚小东研究的目标。人们知道海洋非常大广阔，其实呢，海洋内部呢，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南海东北部还有一种现象叫内孤滤波，它能够把一个水团在六七分钟之内打到水下300多米，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陆地上开车，有个悬崖，车就一瞬间就开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停毁人亡。其实海洋里面还有很多的海洋现象，我们就是研究这些海洋现象的规律。五、四、三、二、一，点火。与此同时，孙占海刚结束了当天的总装任务，除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总装与环境工程部特级技师，孙占海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我是造飞船，他是乘坐我们飞船，陪着航天进舱，指导大家一块训练，指导他们相应做些什么，或者按文件做什么，因为产品是我们。孙占海不仅是航天员出发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工作人员，更是神舟飞船总装工作最重要的保障。发射任务送航天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我们总装的飞船是高品质的飞船，你放心，我保证让你健康安全地返回地球。我已出车，感觉良好。同一面旗帜，同一抹军绿，数千万退役军人在各行各业创造出了无数优异的成绩，在科研领域同样绽放出了绚丽的色彩。多年的潜心研究让尚小东在物理海洋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等30余项科研工作，填补了多个国内外海洋探测装备的空白，数十个学术成果得到了世界海洋科学界的一致认可。30多年来，孙占海一直保持着全部操作零失误、全部总装零缺陷的记录，先后攻克航天技术难题90余项，研制航天器工艺装备40余套，排除航天器发射隐患100余项，曾亲手为神舟6号到神舟10号的9名中国航天员关上舱门，护送他们飞往太空。我当过兵，对我的成长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对人的素质提高是一个最好的铺垫。航天器总装上万个零件、设备、元器件、紧固件组成一个航天器，你没有这些素质锻炼，你想一次就能真正打胜仗是绝不可能。上岗1分钟，干好60秒，我们是手托上亿资产，肩负的是国家使命，所以应该对产品有敬畏感。前20多年在部队的工作影响了我的工作的一生。我第一次去美国，2001年4月1号去的，我就下决心在国外学成以后要回国服务。我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就是我现在目标就是培养年轻人。
把我这个科研工作呢传承下去，为国家更好的服务，这是我的愿望。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尚晓东、孙占海，向两位表示祝贺。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再次向尚教授、孙老师表示祝贺。尚教授呢被誉为是给海洋把脉的人。尚教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给海洋把脉的呢？海洋的脉在哪里啊？实际上海洋的脉就是洋流，就是海洋里面的各种的水的流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什么这个欧洲、德国、英国和法国在冬天温度大概在最冷在0度，-3度左右，同纬度我们哈尔滨的温度达到-40度，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洋流的作用。洋流它大洋环流呢把赤道的热水带到了大西洋北部，就是欧洲附近。我们哈尔滨呢不靠近大洋，所以说这就是大洋对全球的气候这个调节作用。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好，我们看，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海洋流动，表面上流动的一个图。我们看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漩涡，这在我们海洋里面称之为海洋中尺度涡。它的尺度有多大呢？大概是30公里到5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嗯，这个涡旋呢有逆时这方向的，有顺时这方向的。跟您一聊天好像回到了初中的地理课堂上啊。老师讲开，我们画一下什么北大西洋暖流，说舟山群岛为什么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是因为洋流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其实都是跟洋流有关系。是的，我们现在从海洋里就到天上去看一看。孙老师，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啊，从神6到神10最后关闭舱门的都是您，每次关门的那个瞬间您的心里在想什么呢？首先要做到万无一失，气上加气。从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这个门是有简陋要求的。假如说在起飞前门关闭以后有简陋设备在简陋它，万一要超标，从理论上是可以打开舱门再重新设定，重新在关。但是我从事这么长时间，包括我的徒弟们在关舱门的时候，你想航天在里坐着，您说航天对不起我门需要从关一遍，好像对不起自己的工作，所以呢叫严慎细实，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高标准的要求。对于航天工作这种一丝不苟、谨慎认真早就融化在血液里了。但是对于您来讲，同时工作这么久，一定有无数的珍贵的记忆，今天会给我们分享哪一个记忆呢？我为此特别自豪的就是我这是我的一件穿的工作服。它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后边的签字可不一般。这是中国第一批14名航天员，还有第二批7名航天员，他们对我的工作的肯定吧。孙老师，请为我们读出他们的名字好吗？杨利伟、费劲荣、聂海胜、翟志刚、景海鹏、刘国明、刘旺、刘洋、张晓光、王亚平。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和努力，在世界科技高峰上闪耀着中华的光芒。再一次把掌声和祝福还有我们的敬意送给他们。再次向您表示祝贺。谢谢孙老师，谢谢，非常精彩。来，让我们有请出第一组获奖者和带领奖人登台，有请。
部副部长马飞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李军为2023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颁。是最美的芬芳，夜空茫茫，你是最美的星光，你的光荣是我们的光荣，你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